玩起猜名字游戏，引起大众渐渐欢笑。国际佛光会日前举办九九重阳联欢会，老中青少齐聚一堂，以团康游戏带领大家手脑并用，更带领大众齐诵星云大师为老人祈愿文。常常有人说老人是智慧的，为什么会有这个智慧呢？知道的比较多，那个是靠什么？靠经验啊！年长的人靠的是经验。大众欢度重阳敬老节日，各分会及青年团演唱后压轴菩提园表演，而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会长陈伟良也透过星云大师法语做分享。春天不是季节，而是内心，生命不是具体，而是信心，老人不是年龄，而是心境，人生不是岁月，而是永恒。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重阳联欢会完美融合佛教文化与敬老主题，传达出对长者的敬意与感恩。在觉谦法师的带领与陈伟良会长的分享下，更为这次活动增添了深厚的意义，让整场氛围温馨而感人。任俊伟是英国伦敦综合报道。